压力真会有点大的。双蓝这么好吗？他这个400个人头相当于我现在打了两把加了14个人头，而且我打的是高分段，要是说打低分段我就不谈了好吧。打就是你就算打高分的，别怕，哎，我是没买药吗？我现在按一把10个人头算，一把10个人头，400个人头要打40把，是吧？40把相当于20个小时，他就一个超火要加班20个小时。该追了呀，就这些人越打越气急败坏。先别，我倒是一个人，感觉这优势好像其实优势都是慢慢磨出来的，我不让他吃线吧，相当于今天能不能拿个5杀呀？我看他们说，我刚刚看抖音，我听那个文森特说什么，你要什么霸哥跟三桂去打拿，这是什么5杀挑战下播，估计要打到明天。所以我6级，你们俩兄弟要跟我打，还能炸到我？哎呦！有谁有计划吗？没有，也没问题。火花准备就绪。啊，真的好恶心！德莱文这个英雄啊，怎么这么痛啊？打人一级的时候，加九个啊。29、28、39、27，全杀了没杀了？39个，33。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推了，辅助没升6哎。
哎，阿卡丽装备太好了，这阿卡丽装备有点太好了，阿卡丽，阿卡丽来了。想蹲下他的，不过他们想退中也行。是的，比赛上恶魔流子优先级还是蛮高的，但他这个英雄有一点问题，就是确实也很容易崩，你知道吧？快推快推，就看看决赛了吧。看决赛，但是我觉得下个版本，下个版本再看吧，再看吧。我觉得，感觉好像也就只能小压点对面的补刀。怎么主动出来打呀？哥们儿主动出来打什么意思啊？都在上半区，推了推了推了，哇，这样我好有钱，只能说是 A 到那个通臂的效果，是不是？哦，他妈的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主播。就算这个战绩也能如此的打伤害，是吧？不知道那些黑子在喷什么，真的是恶心死了，恶心死我了。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距离洛丁汉大学20公里，8个人头是吧？呀。变羊没捏是吗？我 W 了吗？哎，哥几个，什么情况？啊，真的好恶心！德莱文这个英雄啊，怎么这么痛啊？打人一级的时候，加九个，二九十八，三九二十七，加九个。33，谁人都指望不过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哈哈，真惨。感觉要提速，
OK OK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，大家可以点一下订阅。如果